你说他会来吗？我在请柬里面言辞诚恳，希望古君可以不计前嫌。但愿吧。今日是我们大婚之日，不要再提他了。天地为证，众仙共鉴，帝后同体，三界咸宁。恭迎雾君下凡。都起来吧，古君。你来了，凌君。啊，小仙在，不知上神所为何事？此乃我与天后之女，名唤后池。天后竟，即便上神，也逃不过情这一次。这最可怜的，莫过于淡中之子。你私执万物命格。来替本君算算，我的女儿是何命格？这就不必了吧？怎么，我的女儿不配你来测？哦，小仙不敢。回陛下，回神君。小神君，小神君乃上神命格。凌君，众所周知，神界关闭之后，这天下只有三位上神，你当慎言。回禀陛下，小仙不敢狂语。小神君的确乃上神命格。天后可有异议？我。那天君呢？好。今日众仙为证，吾女后池位居上神之位，日月同之，天地为鉴。恭贺后池上神。神尊，师尊的灵石已经孕育了4万年，却始终没有破壳而出。这神转咒是您耗费半身神力才化下的，明日便要散去。若今日师尊还不能降世，那我们这数万年都付之一炬了。他是上古，如他自己都不能逆天改命，
我们又有谁能帮他？师尊，小声些，莫要吵到他。他神态刚肃，虚弱得很，需要精心照料才是。是。神尊，您为何要封了师尊的神识？在乾坤台上，他说过不愿再成神。这既然是他的愿望，那他这一生便不再是上古。可是，世事难料，前途未卜。他不再是这天地之尊，便不用承担天地苍生的责任。于他而言，是一种福气。临风立古墓，月向池后生。今后，你就叫后池吧。后池，好好长大。这一生，我会守护着你，让你平安无忧。后池，这个名字是您亲自。